来到英雄联盟。占个位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全军出击。3分40，啤酒银会上来。这是钻几的呀？你们钻几呀？对付我们不同钻石段位的人，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打法。黄金一，你放你奶屁！你钻石框跟我说黄金一，还是放弃，你的结局都一样。1A 平 A 平 A， 好了。A， 再 A， 四要 A， 往前走 A， 再 A 一下不打了，学个 Q。我估计转二转三的吧，差不多。打个眼儿的，一 A 打保留，收一下。蓝没打，下边给他放出来啊，我们升到4，他升4可以杀，扛小兵都没有事，但前提我们一定得升到4级，让他往前走，这几个兵就是他死的时候，一上来点一下 A 接扣，他跑了，下边杀回家了，爬不了用了。这打不了用了，我直接打不了一 A Q 啊，耗点盐，哎哎，接个 Q， 好了。我说实话，薛微有点卡。可以等个6啊，这波可以勾引他一手。我们家螳螂马上到。不着急上啊，让螳螂先打他。来 EAQW 吃饼干，平 A 平 A 闪现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漂亮螳螂。
帮我再推一波。哎，是外面网页没关吗？怎么这么卡呀？感觉呀，卡死个人。耀光是不是有点脆呀、啊？我看看啊，来个皮牌，哎，这样可以。CPU 爆炸了 ，CPU 没爆炸，画面卡。我估计网页没关，我把网页关了。他出了小反甲，我们如果想随意点，这波直接上去 EAQR 转起来 ，WAQ 再转。如果我们想稳一点，稳定击杀，等一个点燃，等他三十秒吧。第一把我想稳一点，二十秒，小耗一下，看看右度怎么样，十秒，八秒，七秒，扣一下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可以杀 ，EAQR 转起来 ，WAQ 再转。他大都没放出来，我应该出点攻击力装备，这血量其实没什么用。下边他有大我没大啊，我们先回家，把这妇孺之斧给他除了。大放了，大假的了，没放，他就是一开始大真猴，然后我放 W 他丢失目标，他没放出来。他是有 R 的，没进 CD， 一会儿我给你看回放也行，你要是不信的话。想找机会杀我，不着急啊，等八秒六秒，我不知道他旁边有没有人啊，其实可以打，只要我大好了就可以打，逼他放一个 Q， 等螳螂吧，我血杯是稳那么一小点啊，他又没放出来大，看到没，就是在他大的一瞬间，我们如果放 W 他就大不出来，因为我隐身了。啤酒人可以打，哎呦，这鳄鱼这么猛，他把螳螂给秒了，惨呐、啊、我要写个惨字。
感觉还没有白银难打。宗师以下都一样，打什么段都一样。就是这猴大招吸的时间太长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现在我的优势是巨大的，对面啤酒人非常想干克我。我们在哪里放针眼，放个眼呢？在这里啊，给他放个眼，防止啤酒人来干克我们，知道吧？好，这边我有大，我要动起来了。拿小龙，把他们家酒桶先杀了。拿小龙吧，杀完就随便拿了。再把蓝打了，哎，没有蓝。随时把龙抢了，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算了，峡谷不打了。我们所做的事儿啊，已经够了。如果还打不过，那跟我们也没啥关系了。啊，我们就现在就没有大招，就在这等。等有大招了，把这铁男杀了。他有点慌了都，你知道吗？这铁男，这铁男血面都有点慌了都。那鱼来了，不行，走吧，这波。要越我塔了，啊！这必定是三个人，我跟你们说，百分之百三个人，咱直接回家。这咋的？我不回了。来，那铁男没有大，啊，乐鱼扛塔，没事。这什么东西把我打到了？爆炸酒桶吗？打了我200多滴血啊！他怎么不大铁男大自己呀、啊？他为什么大自己？你大个那鱼也行啊！我人家打赢了还行。出点什么呢？没啥控制，来个吸地骸吧，出个九头蛇，来个吸地骸。怎么抢东西啊？我就把下路塔拆了。
就我刚才死的，我多少钱吧？哎，我操！我850，我900块钱。往中路支援一波。把啤酒人杀了，啤酒人去哪了？这啤酒人伤害挺高啊。这波不管了，我们去收兵呢。可以打。卡莎712。中路不用去啊，我们就在下路推，这波把下路兵线给他推过去，对面指定要打龙，打龙我们就打。应该不能来抓我，他们应该是去收线去了。我们俩就打呗，那就十几位人，这不把他杀了？哎呀，真敢上啊！这锤石，别着急啊，这边先杀锤石，让他勾。鳄鱼差一点，我们阵型好，他们冲不进来，没事。把下路塔拔了吧，我们回家了。这猴现在不行，我要18分钟以前，我三项加死亡之舞，我的一人都打杀，装备出完太脆了。现在我们就搁下路带，这铁男也搁下路带，不着急杀他，可能旁边有人，小心点，这里头没有眼儿，往这边走来。哎呀，卡莎死了，一出 R 转起来，游戏结束，三个鳄鱼，来把鳄鱼一杀，打大龙，那就完了，完事了。对面的铁男没支援，我先跟他打一打。我天，你要下来抢大龙？哎呦天哪！小龙刚才让你拿了就算了，你还要抢大龙。
现在大龙一打，我们算是有点无敌了。我来个蟹手，出个小锤儿。队友中路打，我们下路带。有情况我们就支援，没情况我们就带线。两个人打不过我，那鳄鱼我看什么装备啊，打不过我。退中，先抽鳄鱼，别着急。平 A W 一抽发 ADC， 抽我没有用。开中路吧，下路线我们再带一下，吸点血的。这波中路得过来打啊，他妈都得死。先把鳄鱼杀了吧。哎呦我这锤石准呢，锤石卡莎怎么来了呢？我感觉我没操作好，我操作好我应该能给他们都收了。我应该不被锤石勾，先不闪现杀酒桶 Q 一下酒桶，然后让酒桶一个肉弹冲击，我们不着急往上上，然后把酒桶给噎死，然后闪现杀锤石，杀完锤石卡莎过来，我们一手 W 把卡莎一杀，露露给我套个盾，游戏结束。不是闪现点盐留着看啊，那个啤酒人他没交易，我交闪现一定被他拱，这你就得跟他博弈博弈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的优势比较大。都是人呢，你跟我走来，这不能再打了。那锤石不敢追，没事，这波不能打，这波对面五个人，这里指定都是眼儿。冰女不正面团很容易我们打不过啊，冰女得正面团推线，这波不去支援了。正面打啊，你得正面打。再见兄弟，拜拜。
等大龙，他有传送，没事。这一波出个秒表回家。千万不要让人给抓了啊，这波一定不能让对面给抓了，抓完以后大龙一打我们又得打一波，又磨磨唧唧的。不着急上啊，等一下 AD 去。我找机会可以直接开。好大，直接保前排就可以了。还有秒表。这是怎么打的呢？看看小龙，看看大龙能不能抢一手了。要不打小的也行，把小的打了吧。他田忌赛马我也没办法，那他诓我你是怎么整，我也不能出水银，我要出水银我下波出，我没有钱，下波出个水银吧，出水银行，正好防一手那锤石控制。等我个闪现也可以，这也没有人呢。我直接上高地呀，可以打，来来来来来，到位了到位了到位了啊，到位了，这不打起来了吗？发 ADC 来，没盯出来，这边 ADG 他妈有个春哥，啤酒银三杀了，又没打过，没打过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不行了，一波了。这也能翻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哎呀，真累呀！